这冰箱怎么换成衣柜了？我可没换过。不，没事，大家不用紧张。走，我请你们吃冰棍。好，凯奇，这才像队长嘛。啊，没有冰棍。好，队长，我快热熔了。大臂，没事，这家没有，我们就到别家去买。来，起步走。没有，没有，还是没有。哇，怎么哪里都没冰棍卖呀？凯奇，你们要买冰吗？那你们可要排很久的队了。排队？喏，队尾在那边。什么？这也太多人了吧！一块冰而已，太夸张了吧！不，我名侦探猫猫已经懂了，真相只有一个，一有奇葩事，肯定就是……奇趣特工队，时空极点出现了。好，我们出动吧。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这次的时空起点出现在1873年德国的威斯巴登市。化学家林德成功把氮作为冷却剂，发明出第一台工业用的冰箱。他还把第一台冰箱放在了酿酒厂测试。如果林德在酿酒厂的测试失败，冰箱就会被认为是失败的发明，从而消失。哦，怪不得我们的冰箱没了。大家也是因为这个才去买冰块来解暑的吧？还有和冰箱相关的雪糕、冷饮也全都会消失。这可不行，冰棍、汽水可是夏天的浪漫，还有我的小鱼干，如果不放冰箱，很快就坏了。对，现代生活真的离不开冰箱。既然这样，出发吧！时间飞船。奇趣变形，比如说厂里的香槟，香槟保存温度是7到12度，我们只要调节这个温度按钮。瞧，扭到这儿就好，大功告成。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糟糕，大家好像很满意。那又怎么样？却给我让他们不满意。收到。三角合体。什么？有怪物在跑！这是我的发明，把它还给我！别！救我！我听。先生，由我们来对付坏柠檬。我的冰箱。嘿嘿，你可跑不过本喵。小坏猫，你觉得自己很快？那是当然啦，本喵超快的。闪电猫，我们一起上。好慢。
闪电猫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怪你们刚才一开柜门，本苗就被奇怪的光射中了。不是奇怪光，这叫保鲜光线。根据分析，保鲜光线就是模仿冰箱减缓食物坏掉的功能。所以被保鲜光线射中，物体就会变得十分缓慢，对吗？嗯。叮咚，恭喜你猜对了。这是奖励。百变重锤，我笑。啊！大家散开，绝不能被光线射到。想干什么？往哪看呢？通天火箭拳，保鲜光线，我躲。嘿，通天金刚拳，保鲜光线，嘿，我给你。远程攻击全都没用。没办法了吧？看我！嘟嘟，可可比比丘，动动冰锥！杀伤能让火箭拳、金刚剪变慢，为什么不能让酒瓶变慢？这个确实不对劲啊！没东西了，老大！我敲，我敲。我再敲，就中，我中，我中，我中，再来打冰棍，啊！看来不使用保鲜光线，不是因为酒瓶子的数量多。那萌叉叉到底为什么不用光线停住酒瓶子？难道说，嘟嘟？耍什么花招都没用。错了，是你的花招已经没有用了。嘿，保鲜光线，嘟嘟，可比。是这样，萌叉叉害怕被玻璃反射光线，所以才不敢用保鲜光线。奇奇特工任务成功，可比特成功。闪电猫，你快点呢，我快撑不住了。等一下，很快很快就可以了。快出来！我快不行了！这都是你的错！你好端端的，买那么多冰棍回来干什么？害本喵拉肚子！当初谁说冰箱回来了？要好好补偿一下！哎呦，你快出来了，我快憋不住了！求你了！就算天气再热，冰的东西也不能多吃哦！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记住了！我再也不吃了。